所以咪以為冇乜嘢，就咁過咗就算咯。誒呢啲咁嘅小事，跟住原來聽翻我同事啱啱有個男同事咧話隔離個珠寶嗰度打劫咯。咁但係聽到三下打爛玻璃成。必須強調，在被捕的人士身上咧，我哋揾到係大部分的生物噶啦，亦都喺一啲街道上面咧，係揾翻兩個大鐵錘同埋一啲衣物啊，同埋一啲嘅手套。